我正要干嘛呢？哟，看正装了。你不要一惊一乍的，好吗？干啥呀？结婚。怎么又结婚？份子钱都给不够了，就穷了。联谊舞会选衣服。什么联谊？你选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还穿正装参加啊？联谊舞会啊，每个人都要准备的。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？没人通知你吗？不知道。赶紧的吧，衣服很贵的。对，家伙的都好几万一套。什么呢你这？广告，汽车广告。这两天我都上新车了，就忙你的干嘛？没事，别在这儿，这都剪片子去。不对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怪不得有事。我打你大爷！呀，既然要参加联谊舞会，我觉得选车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有档次，而且还得骚气。奥迪 A7 最合适了，而且这还是一骚红色。那新款的奥迪 A7 就不用多介绍了，简直是美得一塌糊涂，而且它也是同级别当中竞争力最强的，没有之一，因为对手都实在太弱了。宝马六系太老，奔驰的 CLS 呢又太丑。你住口啊！哎，联谊舞会你不告诉我就算了，还好意思说我这 CLS 丑？你自己什么审美啊？啊，说我们奔驰丑，只能证明你这个人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咱这个车那能叫丑吗？对不对？这叫设计啊！咱这个设计绝对是引领了时尚啊，走在了一个潮流的最前端。你一个九线土锤，根本就 get 不到我们这个车的美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我承认我 get 不了你的典型了吧？但是我知道夏利 N7 和 H230 的设计师那绝对是 get 到你的点了，而且都融会贯通了。你看我们这 A7 啊，这传感器在外边那绝对是武装到牙齿啊， LED 的矩阵式大灯绝对秉承着该亮的地方亮，不该亮的地方绝对不亮的原则，就你那大灯我都看不下去。你看不下去就对了啊，证明咱这个车灯非常的有杀气啊，让对手不忍直视。嗯，不是那个不敢直视，哎，正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啊，奥迪 A7 不好使，还是得看咱们这个 CLS， 对不对？你看咱这个大灯啊，那也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，它那个是矩阵式啊，咱这叫几何多光束，论效果同样是照亮了自己，也没晃瞎了别人啊，那绝对是积了大德了。论结构，咱们这个啊也要显得是更复杂啊，更精妙。你还精妙奥妙吧，你洗洗睡吧，真的车头我都不稀的跟你掰扯了，车侧跟车尾你更比不了，大掀背多腰线，21寸轮圈看得见， OLED 贯穿灯，尾翼升起它能走风，你那车有什么呀？有个掀背的还是假的？假的怎么了？那咱这个你看上去它还是很真的嘛，那好歹是个掀背式的造型，你再看你那个车，你再看你那个排气，那才是真的假，连个模样都没有，你好意思说我？哎，再有就是这轮圈，咱这个车虽然是19英寸的，但是小就不能满足你吗？咱这么做那也是为了最大化的突出这个舒适性啊，他那车21英寸的，那看着有多爽，用着就有多累。你说这排气我大哥 A8 都不要了，我敢要吗？你要说韩老师开帕萨特上班，你敢开 A6？ 一点都不懂事儿。还有你说你那掀背看着真，那用起来不是还是假的吗？看看我这个，这后备箱才叫做开口大，空间大，什么东西都能放得下。咱这是轿跑，我又不用来跑货拉拉，我那么大后备箱干什么？咱这种那要的还得是气质，哎，要的还得是豪华，这方面那不得看咱奔驰吗？你看咱这车内饰，那是古典中哎透露着现代，简约中透露着奢华。哎停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奢华，那你这天窗是怎么滑的呀？手滑，知不知道手动挡才有乐趣，对不对？那手动天窗也是更有灵魂啊，更加的纯粹。再说你车有什么可神奇的？不就多几块屏吗？正所谓啊，这个
平平无奇啊，说的就是这个屏幕多了呢，它就一点都不新奇了，那就不如咱这个车啊，咱这车就一块屏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非常气派，而且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啊，这个所有操作都在方向盘上，双手不用离开方向盘，既简单啊又安全。你再看他那个车，全都改成触控的，留不留指纹咱就不说了，他用着也不方便。怎么就不方便了呀？那你的意思是你出门还得拿个大哥大呗？我看你平时玩的智能手机不是挺方便的吗？到车就不行了，矫情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天下之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你一块屏幕流行了，也该轮到我们三块屏幕了。再者说了，你也不能老看屏幕啊，配置有跟好那是两回事。就拿一个最简单的360度全景影像，你看我这个啊，3D 无死角调节，孩子玩着不哭闹，司机停车一把刀，一把也是人来道啊，那就不如自动泊车它才是王道，对不对？这年头能用自动的谁用手动，天窗除外。而且跟你说了多少次啊，咱们这车要的是格调啊，要的是气氛啊，所以你看咱这个车空调出风口都在炫光啊，你整个这个触摸的那都不是木纹就是金属材质，而且呢咱这个音响柏林之声的，手套箱打开还有香薰汽油，所以咱这个车啊，无论是听觉、触觉、嗅觉还是视觉，通通都是顶级的享受。你说你那车你有啥？你还有点自觉吧？忽悠，接着忽悠，一会儿看看到了后排你怎么忽悠。你那车连坐人的地儿都快没有了。同样都是掀背型的设计，你看看我这车为什么空间这么敞亮，我坐这儿都有富裕，你那车又那么小还压抑，配置你也比不了啊。看看我这后排空调，触控的单独空调，你那就俩出风口，好意思卖80万吗？这能叫小吗？这能叫压抑吗？这叫私密，对不对？咱这车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你配合咱车内这个五颜六色氛围灯啊，咱这个柏林之声音响啊，还有咱车内的香薰系统，咱这个后排那完全就是私密会所，对不对？私密会所哪有做大的？做大的叫澡堂子，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你再说咱这车配置怎么就不行了啊？咱这空调出风口这不也有吗？你那无非就是一个独立空调，独立空调不还得拿手摁吗？咱这车都不一样，咱们是语音控制的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调小点就不是吹腿。哎呦，行了，别撑了，就算你撑得过后排，你也撑不过动力啊！提到动力，照样是输。奥迪 A7 呢，搭载的是 3.0T V6 发动机，最大的输出功率呢340马力，最大扭矩500牛米，48伏轻混系统，7速湿式双离合。这一套系统匹配的那叫一个完美，而且这48伏轻混我得跟你说说，它能够让发动机在55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实现停转，并且让车辆滑行，节能减排嘛。而且它可以让发动机更轻更柔的启动，让启停不再鸡肋，特别的舒服。正所谓啊，别看电压小，好处真不少。我记得 CLS 全系应该都是 2.0T 四缸发动机吧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，说的就是你，别看我丑但是我很温柔。你瞅你用个 V6 给你能着啊，我这 2.0T 怎么了？咱这车这不也是299马力400牛米吗？啊，虽然比你是差那么一点吧，但是咱这车动力一点也不弱呀。而且咱们这车也有48伏轻混，好不好？你能干的我这车都能干。再说节能减排，我这车用的还是9AT 变速箱呢，这不比你那个7速双离合强吗？咱这高速对转速的抑制那肯定是要更好一点，对不对？还瞧不起 2.0T， 瞧不起你国产你别用啊，你国产之后你不也是 2.0T 吗？那我要是国产不卖的比你那进口的便宜多了，而且我国产还加长了呢。你都开始给自己挖坑了吗，龙哥？行，你有48伏轻混，你有空气悬架吗？我这个车彻底做到了能软能硬能屈能伸，而且你要是不满意，我还能选装后轮转向，你都有吗？空气悬架怎么样？还能转能硬？你能有多硬？哎，你能有我这车硬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能有我这个车运动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你那个方向盘都轻成啥样了，还怎么运动啊？还有什么乐趣啊？咱这车咱就不一样了，咱这个车不光底盘非常的坚实，咱这个方向也是，虽然不沉，但咱们站一个稳字。我这车啊，是转向有点轻，但是舒适跟运动咱得站一样。我这是真舒适，除了底盘转向舒适，我这车隔音还好。别看无框车门，但整个噪音一点都不大。这发动机啊 ，V6 发动机本来就占优势，既安静又平稳，比你那 2.0T 四缸强多了。低速的时候外边听着难听，高速的时候车里边听着难受。
我怎么不难受？哎，你要难受你就赶紧看病，没病不要在这儿无病呻吟啊！而且我没有功夫跟你这闲扯了，你看看咱这表，这都几点了啊？哥马上就要去联谊了，你要是不服，咱就开到地儿，看看人姑娘到底认没。我今儿啊叫你见识见什么叫奔驰啊！等会儿吧，地儿干对不对呀？你就爱奔驰，什么驰没有用了。地儿好像确实不太像是联谊舞会的地儿啊。下边地址是这么写的，我这不是你地址这么写，它也不能是这地儿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像是联谊的地儿吗？啊，我过，等人呢，小伙子。你认识？不，没，阿姨，那个跳广场舞的在那边啊，您这上那边跳行不行？讨厌，我们这都正经事儿。啥正经事？你说阿姨听着来，阿姨听什么正经事来？哎呀，您这不是我们这等着公司联谊呢，你知道吗？这跟您赶紧跳舞去。那就对了，我就是联谊呀。真假的？什么意思呀？不是您别逗我行吗？今天联谊我这么大岁数，我逗你，我那么显得横呢，我呀。不是你们公司让来的吗？你是不是老司机李伟龙啊？哎，是的，不就是你吗？小王八虎，不是你。啊，这是你的，等等我，等等，不是，明白了，不是，我不对，乱了，阿姨，那个我们是来联谊舞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你们公司心疼你们，说这小李伟龙啊，这胡子也不长了，你说呀，这大脸蛋子，这肉嘟嘟的也不下去了，跟我没关系，说让你们下班来找阿姨，哎，阿姨带你们快乐。不是阿姨，韩老师给你安排的。我不是我阿姨，我腰不太行，你知道吗？这跳舞肯定是不太适。对，跳舞他行，他有软胖子。阿姨，我浑身肌肉不行。你俩放心啊，阿姨呀，一个都让你俩跑。哎呀，这来孩子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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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！哎呦，这年轻人太次了！不是，你还没咋地呢，你说？不是，阿姨，您咋地点？我这命就搁这儿了，我真是不行了，真是不行！阿姨，我俩这身体太坑了，要不然胡子这么密的，劲儿这么少的啊？这贴的，咱那个什么，咱要不然今儿就到这儿啊？我们公司还有其他人呢，是不是？这二师兄啊，这胡正阳啊，对，这也太早就到这儿了。他们身材好，阿姨刚热完身，你说不是？阿姨，那您凉快会儿吧。哎呀，您这汗都出来了啊！您要不然咱今儿就到这儿啊？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阿姨，咱回。阿姨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不送我回家呀？坐我们那不就坐对吗？他还要提一气，你知道吗？空气悬架。哎，我说，阿姨您坐他那个，跟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开宝马坐奔驰，跟我们奥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谁开奔驰？谁有奔驰？阿姨没坐过奔驰。不是阿姨，我孩子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这车，哎呀，还得是奔驰哈。你看这灯咋这么亮堂呢？我也纳闷呢，你说，哎，孩子，这皮子都是真皮吗？都是真皮呀、啊？那还没您皮啊，阿姨？咋跟阿姨说话没大没小？这孩子，你说不是阿姨，我你上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车就一块屏，对吧？你看他这一漆嘎嘎三块屏，是不是？哎、行啊，你要不坐他？阿姨又不嫌弃你？不是，我坐就不错了。我这不，别耿气了，别耿气，开车走吧，别耿气了，走吧。你这平时都听啥歌？是不摁着让阿姨听的是啊？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。啊！